我们接下来重新单挑，大家记住啊，咱们的单挑规则是你第一个不要动着，第一个忍者你不要动啊，第一个忍者不要动，等着死就行了，好吧？好了，咱们倒计时，这个十个数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出出谁给谁单挑，快点出，快点出，出啊大哥，咋不出了？啊、哦，出来了，你取消啊？这都是咋回事？不知道咋回事，在今天可能网络有点问题啊，网络多少有点问题。欢迎啊，欢迎所有小伙伴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啊，非常欢迎。下面咱们来单挑，看一下这个粉丝他知道不知道这个单挑规则。如果他知道的话，咱们就给他单挑；不知道的话，咱们还是换人走行。因为我们这单挑的话，你必须得这个遵守咱们的单挑规则，知道没？好吧，拉这个球你来抽我。这个稍等会儿，稍等，稍等会儿咱们再抽奖，稍等会儿再抽奖，不要慌，稍等会儿不要慌啊。拉这个你的 ID， 拉这个要是出了就没人发了，出了就没人发了，什么东西出了就没人发了。那这个用一技能往二技能滑，回头三代，我知道那个东西，它那个可以那个连射两下二技能嘛，对吧？但是那个电脑操作很累啊，电脑操作很累。咱们来看这个粉丝知道不知道规则？他用的是神月出云，听说是很厉害的一个忍者，听说一个很厉害的忍者。快点，老屌，你在不在？老屌，老屌，你在不在？老屌，你个老屌啊啊！这个粉丝是在的，他知道规则啊。这个老屌啊不简单，知道规则啊，往这儿站。神月出云手中拿，蛇丸之乃在身后啊。这个老屌穿了一身工作最基本的忍者装扮啊。然后这个他三个忍者的最后一个忍者是我最烦的一个忍者，他的名字叫做有女智乃啊。他就是专门放虫子的那个，就是说远程攻击嘛，而且虫子还会拐弯，自动的去追踪你的这个身影，也就是让你无处可逃，直接把你干蒙，直接把你干蒙，非常非常脏的那种。啊嘞啊嘞啊嘞，老爹！哎好 ，OK 啊，好了，小伙伴，接下来你可以给我打了。这个粉丝知道规则，哈哈哈哈，对你给咱们单挑，你就得遵守咱们的单挑规则。你不懂单挑规则的话，咱们肯定没法给你单挑。像这种人家知道单挑规则，咱们就可以好好给人家打。来吧，是时候让我给他告一个。老板，你说错人了，什么意思？什么说错人？你说不算。来吧，开始打吧。天哪，我是不死的大蛇丸，无人能敌。天哪，大蛇丸有那么厉害吗？兄弟们，难道这个智乃是 C 不是你说的那个智乃？哦哦，我说的是 A 是吧？哦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的天哪，给我干哭了，兄弟们，给我干哭了。你说我用三代打死大蛇丸有没有特效，兄弟们啊，朋友们，你们说我用三代打死他有没有这个彩蛋？我们看一下啊，没有，没有彩蛋，没有彩蛋，没有彩蛋。上面这个把这个大招废掉了，但是没有彩蛋，没有彩蛋。这个并不是咱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。我估计这个粉丝应该是输了，我们让他一个忍者吧，好吧，让他一个这个远飞智能，看看能不能打死咱们，好吧？啊，这个什么时候抽奖？一会儿抽奖，一会儿抽奖。我感觉我让他可能都让不死，为什么这样子说呢？因为这个他这个忍者实在是太那啥了啊！我怎么还能隐身，兄弟们？什么鬼型？我怎么还能隐身？不是，我为啥还能隐身呢？我天哪，太牛了吧！战力低的 AP， 这个 PK 好像跟战斗力是没有关系吧？大家说对吧？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吧？哈哈哈哈，让我赢了你给他点，我给你点个赞，你给他点，打死了。